感谢各位坐在荧幕前的观众朋友，你的支持是我最大的鼓励。首先要恭喜各位端节快乐，不管你在哪里都祝福你端节快乐。今天一定要吃一个粽子。我特别要说明一下，好多人我在网络上看到有些观众朋友在问，这个节目是不是直播？它是直播，每个星期四的下午2点到3点，你就把它想象成以前的举光日，我要来举光日的下午讲一个小时的课，大概就是这样子。那目前安排可以到7月底，我大概都会在这个同一个时间来这里讲。那一开始呢，还是要特别做一个广告，就是大国武器大官 On Fire。我记得一开始我们在讲这个节目，因为这个节目是很久以前是有的，那时候有个几万几万人的这个点阅率，那接着可能就停掉了一段时间。那最近大概在半年之内吧，4个月3个月之内开始重新推，每一次看呢，从大概从几百人开始，300、400、500，那多的时候有个1000、2000的。我记得有一次我在这个先前的节目说谢谢各位，因为上个礼拜有一个短的十几分钟的那个节目剪接出来的话题可能比较有一点讨论性，结果那一次点阅率超过6000，我那时还特别说啊，谢谢大家，这次超过6000。我看那一次就看到有一个观众在上面留言说，放心，你这个节目很快会超过10000。我还记得我那时候想说10000啊，这哪一天才10000啊？结果你知道上个礼拜的节目《大国武器大官 On Fire》这个频道点阅率多少吗？超过23000，而且都是那个一个小时很长的，他们有剪短的，就整整一个多小时的，所以实在是令制作单位非常的振奋，我也非常的感谢。真的上个礼拜到今天一直有在这个叫做大国武器大官 On Fire 的我这个节目有点赞的，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23000是一个对我而言是一个非常奇迹的一件事情。那因此呢，我就发觉了一个什么事情的，上个礼拜我在谈什么，谈的是科索沃战争，就讲到了民主自觉的这个悲歌。坦白说这个东西跟叫做大国武器大官有一点离题，为什么？它比较偏在这个政治的话题。那我发觉纯军事的可能很多人就是觉得哎呦，我对这个枪啊炮飞弹没有那么大的兴趣，雷达，所以就没有那么多的人关注。政治的这个大家就可能第一我听得懂，第二我也觉得有意思。所以呢，上一集到现在为止，因为它有三个频道在播，中天是立即播出的，大国武器大官 On Fire 也是立即播出的，还有一个叫做全球大视野，是好比说今天播，今天晚上全球大视野会再播，所以它有总共有三个频道。上个礼拜的三个频道分别是13万多、7万多，以及大国武器大官的2万多，加起来大概23万，不算很高的了，但是已经算非常非常不错的了。所以我在想说以后呢，可能我每一集啊会找一些政治性的话题啊，跟战争的，跟这种军武有关的，稍微有点政治性的话题，我都会讲一个，不然你光看军武的大概吸引不了很多的观众。这是我目前所做的一个决定。今天等一下我们也会讲到一个比较偏重政治的，不过我要特别的说明一点，讲军事哦，纯军事哦，飞弹怎么样，雷达怎么样，那基本上他就在讲一个知识哦，那个没有所谓的对错，就是我的认知是这样子，你的认知基本上你可能不知道，听完我讲你就稍微了解点，它就是一个知识。可是你要知道讲政治哦，它是一个信仰，你信就是信，你不信就不信。如果我讲的这个政治的信仰跟你的信仰不一样，以现在的很多网友的水准，就是各种的脏话就出来了，你知道这个。我只觉得希望大家都能够尊重别人的政治信仰。我为什么会有这个政治信仰，是因为我从小的环境一直培养到我今天我的认知。那可能你也有些人他的政治信仰跟我完全不一样，可是我完全尊重，我知道他的信仰也是他从小的环境培养到今天的。不要站在你的立场去批评人家，尤其骂那种脏话，那是真的是不太有意义的事情。其实你骂那些脏话只是显得你自己没有水准而已，这是我第一个要跟大家提醒一下的。第二个呢，今天我们讲的第一个话题纯军事的，好吧，因为上个礼拜啊
我看到这个中国时报的电子报有一个标题是这样子的，电磁弹射技术搞颠覆。哎，你看这个标题多么的伟大。然后是在6月17号我看到的，大概就在几天之前。然后它的副标题是什么？陆要打造，就是大陆要打造全武装的星战超级舰，全武装星战超级舰。哎呦，这是什么东西啊？然后接着你看到的，配合着那个新闻的，它的那个画面是这个，看到没有？哇，一看到这个我就想到了星际大战了。我的天哪，航母造完了要在天空造这么一个星际大战的战舰，那我当然就立刻点阅进去看啊，他到底说什么呢？哦，大概我整个都看完了，大概了解了，大概事情是这个样子的。第一个，大陆有一个科学家吧，但是他是有军阶的，他军阶是少将，但是大陆有很多的就是科学家也有军阶，像李尚福那个国防部部长，他的军阶是上将，但是他一辈子都是科学家，他没有指挥过作战部队。那马伟民也是，他是一个少将，他的专长在哪里呢？电磁，就是他对电磁几乎是出神入化，到达这个境界。那这一次呢，他突破了航母的电磁弹射，那航母不是有个电磁弹射吗？电磁弹射绝不是你想象的这么简单的哦，那他给他突破了，他做到了，可能他做的比美国航母还要好。那我们当然不知道，但是以我对他的了解，我觉得他也 是有可能的。然后接着他里面大概说了一下，说这个的技术呢可以运用在雷射武器以及电磁炮。我以前几集有讲过这两样东西哦，它有它的物理极限，事实上是很难突破的。那这一次马伟民能够突破，我觉得他有可能带到另外一个境界。我对马伟民的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不是因为这个新闻，所以我一转去一看到他名字，我就立刻知道这个人是谁，他在哪方面有成就。那我把我对他的了解现在开始跟大家报告一下。首先大家知道，一个船的推进系统大概是这个样子，这里呢有一个主机一直在这转，这里还有一个减速齿轮，都是很大的装备哦，可以是几乎是一个屋子这么大的。然后有根轴出来，看到没，一个大轴过来，然后最后有一个这个车叶。记住这么多东西，它最后的目的就是要让这个车叶转，看到没有，这么多东西。那这些东西呢，这个图上看起来好像很小啊，实际上我让你看一下它的大轴什么样子，大家注意看，这就是它的大轴，看到没有。我们如果一个人站这，可能大概这么高，一个人站这，你就知道这个大轴有多么的粗。这个大轴啊都已经这么粗了，你再想想看，大轴一直通道的有一个减速齿轮，再有一个主机，你说那这你站在船底下看，就是看到一个机器这么大，转动起来轰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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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响。你想想看，它的这些东西，所有的主机、减速齿轮、大轴、车叶，通通都在为了最后转动那个车叶。然后它有多大的重量，它有占多大的空间，那几乎是几个舱间的这样子一路贯穿过去，它会值多少钱？极其的贵啊。而且这些东西都在转动，对不对？你知道它有震动，轰隆轰隆轰隆咔咔咔咔咔转，然后最后它会发出多少的噪音？这些都是在舰船而言，尤其潜舰而言，是一个巨大的缺点。那在那么多这些东西里面的时候，我再回过头来看一下这个图，大家可以再看一下。像刚刚这个，所有的这个里面，其实它最终的目的是这个车叶，所有这个东西都在支撑这个车叶。这个车叶，如果我这样子讲，我现在讲，如果我把它用个电风扇换掉，好不好？用电风扇的那个东西转，是不是就一个马达带它转？如果我到最后，我只有一个舰尾装个电风扇，然后只要把电通进去，它是不是就转动了？那不是前面那些东西你就全部都省了吗？省了多少空间，省了多少重量，省了多少震动，省了多少噪音，最重要是省了多少钱。是不是我们只要在舰尾装一个类似电风扇的这种设计，然后你只要有一根电线通进去，不就完全取代了我刚刚说那一大套东西吗？这就是基本上的概念。
我相信可能很久以前就有人想到这个概念，可是为什么一直没有实现，你知道吗？因为电风扇转动那个电跟磁的转换啊，它力量没有这么大，就你装到键尾它会转很慢，你传大一点它可能转了半天，它的速度很慢，所以以前可能没有实际化。但是现在呢，在马稳明的努力之下，很久以前我就知道了，然后我就开始觉得哇，这个人是个天才。他做了一个什么样的设计呢？这个东西叫做无轴泵推进器。记好啊，这就是无轴泵推进器。你打这几个字去 Google 一下，你可以看到有很多的说明，让你特别注意看到这中间，这就是一个车叶哦。这中间没有轴，看到没有？整个是空的。那这每一片车叶它贴在哪里？贴在这里旁边，这里都贴在这里。然后这外面这里这一圈呢，是一个线圈。好，大家去想一下，我一旦通电，外面的线圈开始产生磁场，磁场带动这里面的这一片片的车叶哗旋转。如果我这个磁场方向转过来，它还反过来转，就从进车就变成倒车了。第二个，如果我在船头也摆一个这个东西哦，因为它的那个不是一个轴带着它，所以它如果转动的话，这个推力是不是方向也转了？好比说我原来这样子转，推力往后的，我可以带我的船往右。如果我转到这了，往这推呢，它可以把我船头往左推啊。再反过来，它可以把我船头往右推。那以前之所以没有实现，是因为它的电池的物理极限，它到不了。现在这一次，在上次我看到这个资料的时候，马伟民突破了。它用在哪里呢？他们优先用在潜舰，因为潜舰不像航母。你现在看航母，哇，十万吨你去推，那要多大？将来我认为也做得到。但是潜舰呢？因为潜舰的速度没有需要那么的快，尤其柴油潜舰，可以慢慢的一点走。所以他把它装在上面，你想想看，省了多少空间，省了多少重量，所有的噪音也没，震动也没了，然后就在那个东西在那转。所以当时我对这个的印象是深刻透了。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不要说是中国大陆一个了不起的发明，我可以告诉你，这是人类一个了不起的发明。我们越来越需要把我们的知识哦，跳脱我们的本位主义。这个东西对全人类有多大的帮助？它可不可以用在很多地方？哦，专利权好比说在中国大陆好了，你花点钱不就行了吗？为什么要学老美老是谁超越他就把他打下去？这个是没有意义的。每一个成就我们都让全人类共享，只是他发明者可能要收取一些专利费用而已。这个世界不就是在很快的进步吗？所以我认为马伟民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发明。那这个东西我就做了这张照片，大家看看马伟民长什么样子。我跟这位伟大的人物并排在一起，这是人类物理界的天才，他让人类的物理大步的向前进。马伟民长得这个样子，好像瘦了一点，真的可能照片的拉的稍微，但他也很瘦啊。他让人类的电磁大幅的向前进步了，所以记住这个人，他对人类有非常伟大的贡献。这就是第一个，接下来请进广告，16秒的广告，请大家不要远离。好，请进广告。中天军事频道，大国武器大观 on fire， 聚集战略专家、军事将领，专业评论，洞悉全球最新军武动态。请订阅频道，记得开启小铃铛，不要错过芯片上架和即时直播。感谢你还守在荧幕前面。今天讲的第二个话题就是比较有一点政治性的话题，也可能感兴趣的人也比较多一点。我要谈的是美中修昔底德陷阱，也就是美中的争霸。我们先撇开这个国家的这个争霸，我们先说我们个人。我们每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想要在我们这个不管在哪里出人头地，通常我们都会去取决一下说，哎，这个人的条件怎么样。好比说是女孩子，如果她倾国倾城，她走入演艺圈，她可能很容易出人头地。好比说男孩子，
头脑非常聪明，他走入这个物理界，可能就像爱因斯坦，可能就像刚刚的马伟民，他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条件。那有的男的可能走出来玉树临风，长得一表人才，也可以去走演艺圈等等等。总之你会知道，人有不同的条件，而这些条件能够支持他在不同的行业里面可能出人头地。你们知不知道国家也有不同的条件？当你去说这个国家将来会不会变成一个富强很伟大的国家的时候，或者说很强大的国家的时候，它一样有许多的条件。而这些条件呢，我最近几年吧研究这些东西，我开始越来越有心得了。当我去研究一个国家条件的时候，我现在第一个你知道，好比说人家说洪都拉斯怎么样，这个我不太了解，那我要去查一下洪都拉斯怎么样。我现在第一个追查的都是什么东西，你知不知道？纬度，这个国家在这个地球的纬度在哪个位置？你知不知道纬度啊，是上帝啊为民族啊画下的一个句子线，就几乎你到那个给你限制住了。后来的迁徙不算啊，我说这个英国很多人移到美洲、移到澳洲，那是迁徙不算。我们现在说的是原原本本的原住民就在那里生活了几千万年，然后你去看每个地方的人都不一样。我们先说赤道，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看过赤道的那里的原住民。有一次我们海军有一个赤道那里的一个国家来，因为当时我们好像要送他几艘飞弹快艇，所以他就跟着我们飞弹快艇出去转了一圈。然后那个飞弹快艇的艇长是我同学，他回来之后跟我形容了一个，他说你知不知道这些人啊，手伸出来哦，跟黑炭一模一样，整个就是黑炭，唯一有一点白的地方是他的指甲，黑到这个地步。那是在赤道，你有没有发觉赤道的人为什么这么黑哦？经过几千万年的演化，因为那里的太阳太大，毒啊，紫外线非常的毒，皮肤黑哦，可以抗拒紫外线，它可以保护它的人体，所以它能够在这么大的强烈紫外线之下，用黑色的皮肤保护它自己，所以它就经过几千万年，那些皮肤不黑的，通通被这个叫做紫外线可能杀死了，所以留下来通通是越来越黑，越来越黑。那再往北跑到50度、60度以上，太冷了。50度、60度以上，可能到了俄罗斯那里、北韩那里，天气很冷。再往上，像英国、荷兰那些地方，因为太冷，冬天那几乎冻得都不能出来，所以呢，他们需要阳光。你没看到白种人非常喜欢晒太阳啊，晒，给他晒个几年，一看只有一个古铜色而已，也没有晒到黑。然后他为什么要晒？它需要吸收热，所以你知道皮肤是由纬度决定的。所以我们黄种人都在哪里？中纬度，20度、30度、40度，这就是所谓的黄种人的地方。由皮肤这里你可以知道那里的气候大概什么样子，也所以越到热的地方哦，人民哦越比较懒惰。为什么？一动就一身大汗啊，像今天就是热得要命。我刚出去，从这个电台只是出去大概只有一小段的距离去上个洗手间，热得我要命啊。如果我们这里面也是这样这么热的话，没有开冷气啊，我现在我根本就讲不下去了，那怎么办呢？不是热死了。一热大家就懒得去工作，所以那里的人民不太勤奋，他也不太可能很强，而且这些地方的人还不太喜欢跟上面去争啊啊，都可以啦，随便。所以记住看哦，赤道地带哦，殖民地很多，专制集权很多。你去看，因为为什么？只要有一个人来欺负他们，他们抵抗的欲望不太高，这是赤道。那寒冷的地方呢？白人那里呢？因为啊太冷了，经常要动要跳，活动才有热啊，对不对？然后在那些冷的地方，连什么蔬菜水果也没有，一天到晚就吃鱼肉牛。你如果去注意看一下那个叫做什么 YouTube 上面那些高纬度的地方，你有没有看到那些人杀一只牛、杀一只羊、杀一只大的蟒蛇、杀一个还有杀一个骆驼的，整个这样去烤的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这些节目，他们习惯于去杀，习惯于吃肉，所以个个长得非常的粗壮，然后又喜欢动，他们对杀啊
是习以为常。我们呢，各位，你们有谁杀过一只鸡呀？你杀过吗？我小时候看我爸爸杀过一只鸡，这就是我一辈子的印象。我爸抓在那割他脖子，叫我抓那个脚，我到现在都还觉得那个浑身觉得不对劲。那么那时候很小的时候很穷啊，我爸买一只鸡回来，全家吃啊，高兴死了。再忍耐也要抓那个鸡脚，杀那鸡。我们这一辈子就不会去试杀，所以你们看中纬度的人，靠面脉啊、道啊，个性比较温和。然后因为农业嘛，也不太东跑西跑的，所以你看高纬度的白人试杀，东跑西跑的，这个航海就养成他们一个侵略的个性。所以如果你单单看纬度，你就知道哪里是一个侵略的白种人。黄种人基本上居于中间，热的都基本那个赤道都是属于被欺负的。那接下来我们这里有一个图，大家可以看一下，看到没有？这就是赤道，这是10度、20度、30度、40度、50度，50度以上就非常非常冷了。这是美国，注意哦，美国是大概从30度到50度这里，它占了这一块这么大。美国跟中国几乎是对等的，看到没有？但是中国从20度开始，所以你就知道中国比美国的纬度就好比说这里又多了一块，但他们两个的面积是差不多大的哦。所以以那你再来看，美国的上面是加拿大，对不对？冻死了这里。美国下面是呢墨西哥，热死了这里。所以墨西哥跟加拿大不太可能跟美国竞争，因为纬度把它给限制住了。反过来看，最近很多人说啊，印度要崛起了，它的人口这么多啊。对不起，中国在这里，因为纬度，这就是我相信的。第一个就看它纬度，印度永远不可能跟中国竞争，因为太热，把它给民族给限制住了。你到印度的民间，你要是有机会去走走看，经常有时没事走到那个街边呐、啊。一堆的闲人就蹲在马路旁边，蹲在那里，蹲在那里，你也不知道干什么。来来去的车，他就蹲在那里看着那车子来来去去的。这就是印度。就记住，第一个，纬度是上帝画的锯齿线。当然，后来人类的迁徙来迁徙去，像这个白种人移到了这个美国的这里去。否则，如果都没有迁徙的话，我可以告诉你，美国应该是跟我们中国大陆、亚洲这里一样的，是什么？是黄种人，所以他的印第安人不就是黄种人吗？这黑不黑、黄不黄、红不红的，那就是他原始的。如果现在美国人在那里再住，我举个例子，人类还有未来的10000年，你是可以试试看，美国大部分人会慢慢开始变成黄种人，他会慢慢的改，这就是纬度限制。那纬度限制，从中美两个比较你去看，中国的条件稍微差一点，因为它下面有一个十度是比较热的。那中间的两个地方呢也还 OK， 跟美国是一样的。所以他有的变不知道谁将来会输赢，但是中国在纬度这个方面稍微输一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地缘。什么叫做地缘？就是我在这个位置有没有很多人对我好像说想要攻击我什么的。那同样是刚刚那张图，大家可以看一下哦。我把那个纬度拿掉以后，大家去看哦。美国的上面是加拿大，下面是墨西哥，这里是海，这里是海，这里是海，所以它基本上是三面环海。如果敌人想要从海上打他，好比说我们这里要去打美国，或是那边的欧洲想要来打美国，他都要跨越几千公里的海上。海上跨越这么久啊，不要说以前，现在都不可能，现在的技术都做不到哦。那你如果将来你想要去打美国，唯一的可能是从陆地，陆地上面加拿大，对不起，太冷了，它永远不可能像美国这么富强，纬度把它限制住了，这里太热，纬度也把它限制住了，这是上帝画的锯齿线。所以在那个俾斯麦啊，德国的俾斯麦那个首相吧，他们叫铁血宰相，他说了一句话，他说美国南北是小弟，东西是鱼，
哎，他讲的这个真的是非常好，就是德国首相俾斯麦很久很久以前就看出，地缘上美国是得天独厚，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跟美国比，这就是美国地缘的关系。也因此，一次大战、二次大战，战火从来没有到美国的本土，可是中国呢？中国在这里，我们说纬度差不多，面积也差不多大，可是我们跟14个国家接壤。这14个国家里面有5个核子俱乐部的核子大国，你就知道，中国大陆一直是一个我所说的那种叫什么“天将降大任于斯国也”，它真的是一个蛮艰苦的一个环境斗争，就是地缘的关系。第一个我们刚刚说纬度嘛，第二个地缘啊。中国大陆远远输给美国，这是第二个。那第三个就是，我不管你在哪里了，你知道地缘怎么样，纬度又怎么样，有点事很重要，你一定要富强，那个地方一定要各种的富饶，农产富饶、矿物富饶等等，你才会壮大。如果你那里是一个好地点都很好，是一片沙漠有什么用？或是都是8000-9000公尺的高山也没有用啊。所以第三个就是看它的矿产。那美国的可耕地面积呢，全世界的前5，大家看一下，这是全球前5个可耕地面积。印度1万平方公里189，美国第二168，这没有差很多，然后咚就掉下来了。俄罗斯126，中国跟俄罗斯是差不多的，123，巴西80，所以巴西又掉下来了。所以我们说 A 卡在这， B 卡在这，这是 C 卡，那其余的连卡都不是，因为地实在是太小了。你就知道中国跟美国比差了很多，这是我们所说的物产。那除了这个地大以外哦，那中国好比说，你说中国也有蛮多地方，但它一块一块的分隔开的，可能我们到了云南那里什么。还有梯田，各种的这种山坡地给它开垦出来，那是很辛苦的。美国呢没有这么痛苦，美国有一个叫做北美大平原，它是全世界最大的一块连续的平原。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平原？就是没有什么山地啊，就是整个是平的。它的地点在哪里呢？大家看一下啊、哦，这就是美国的大概的地。北美大平原大概是属于这么一大块绿的，这一大块很大的一块，它是全世界最大的。那它面积最大，适合人居，因为你没想到刚刚那里30度到50度适合人居，土壤肥沃，而且它是机械耕种，就大面积的机械耕种。我给大家看一个他们大面积机械耕种的这个图。如果你曾经到美国中西部去看过，你发现他们那里真的重点就是这样子。你看每一个一个，这个一看就让我们看到了美国空军战斗机飞出来的那个标，那个排队的那个情形，或是航母带队的那个情形。哎呦，他们连农夫都这个样子吗？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因为他要隔开。如果他们通通一排下去，他左边右边，他这个左边不就撞到他这了吗？他的右边不就撞到他这了吗？所以他一定要前后隔开，然后就像一排整个的收成一个平的过去。如果你曾经在美国中西部开过车，你就知道，哇，他那个平坦的，他经常一个高速公路一下来哦，就是一个直线，你整个看完完整整的直线，然后你一路看过去，直线前面那里哦，一辆车都看不到，然后有个后视镜，你往后看。一辆车都看不到，全是直线哦。所以在美国，我记得那时候我40年前住在美国，在读书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时候他就车子有一个叫做定速器。什么叫定速器？我可以现在走到好比说65度，时速65，1小时65迈，我按个那个定速器，它就保持这个定速器，这个速度就65。一上坡的时候，它是不是会速度稍微慢一点？它会加速，自动加速。它就是要保持65，一下坡是不是速度快一点？它会减速，你就听到那个引擎声音，看，就它有一个自动的定速。那时候我就觉得，哇，这个太有用了！我在美国开车上一定几乎可以很轻松的，又这么直的道路，你怎么开开开就想睡着了？
那时候人家就说，为了避免大家睡觉，所以有些公路设计走一段时间，它一定要弯一下，让你稍微有一点清醒。这是当时我在听到的了。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回到台湾来之后，我也想说，为什么我们的车子都没有定速器呢？要是有个定速器多好！我后来才想说，哎呦，台湾车子要有定速器根本是白搭。为什么？你哪有机会给你一直保持这种工作啊？一下这个闯过来，你要刹个车，一下那个东西要超车，要加个速，所以定速器在台湾是完全没有用的。所以你就知道，在美国大陆，尤其在中西部那一带开车哦，真是一览无遗啊。我小时候啊，我记得我看到有一篇文章，我看到了之后，我就觉得说，哇，他们那里会这样的？他说美国那篇文章名字叫做《笨鸟先飞》。他说那个小孩子小时候他就觉得他自己很笨，然后有一次他考了一个成绩不错，他妈妈很高兴的开了车带他走了好远到海边看海，然后到那里坐下来看海的时候，不是有很多海面有那个鸟吗？结果那个浪一来的时候，很多鸟就飞起来了。结果那个最后那个笨鸟先飞，那个最后飞的都是比较聪明的，可以在那抓到一些东西吃。他就在那一刹那，我就那次看到，就是说他在 那一刹那知道说，笨鸟先飞，我不是笨鸟，虽然我那个力这个发育的可能慢一点，没有这么快。从那时候开始，他就从那一天开始，他就突然有了信心了，因为他知道先能够飞起来都是笨鸟。那这是一个题外话。那篇文章让我很好奇的是什么，你知道？他居然要开车开那么久才有到海边，你就知道美国整个是地大，整个非常空旷，又加上机械耕种，所以它虽然是全世界的第二大的耕地面积哦，它比印度少，可是它的物产远远超过印度。那它的物产有多少呢？它的农业生产总值，就是我的农业，我们先说农业。在这个北美大平原，农业生产总值全世界第一，这也算了。它还有一个出口总量全世界第一。出口总量全世界第一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我们吃不完的，卖到国外去的，也是全世界第一。那它到底有多厉害呢？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图。美国农业生产品出口占全球百分比哦。玉米所有的出口70%，大豆67%，谷物40%，小麦37%，棉花26%，肉类7.4%。你就说肉类他们都大概被他们自己吃掉了，他们可能很喜欢吃肉类吧。你就说几乎都是他们在出产啊。那除了农产之外，矿产呢，也因为他们含了各种东西。你看到全世界这是储备量第一名有煤、木、碱。硼、溴、硫酸钠，排名第二的有铜、金、铬、银、乙、磷、硫，排名第三的有铅、锌、稀土、重金石、碘、铁呢第五，天然气第六，石油第十一。看到这，你有没有发现，美国的物产是何其的丰饶啊？他去跟中国大陆比一比，你会发现他可能比中国大陆的物产还要富足，所以你就发现他物产几乎也占全世界数一数二，有三个了：纬度、地缘、物产。有了物产，这么多生产，接着是什么？你知道？物畅其流，你交通要非常的发达才行。我们来一个一个看美国的交通啊。第一个，它的海运，就是所有的其实国家对外的。经济啊，几乎都要靠海运，因为海运便宜。我举一个例子，你就知道海运有多么重要了。你记不记得上次长荣有一艘货轮，它可以载20000多个货柜，叫长四的人吧，在苏伊士运河不是搁浅了吗？卡在那里，20000多个货轮哦，一艘船就载过去了，对不对？大家去想一个问题：如果这艘船我今天停在基隆港北部，20000多个货柜我要运到高雄，这件工作交给你来做，你准备怎么做？第一，你要找20000个货柜车来，一辆辆的这样子在走北一高、北二高，不管哪里，要走到运到高雄去。你知不知道那是何等艰巨、昂贵的一个运输的过程？这艘船呢，
如果你今天叫长荣人直接开到高雄去，大概12个小时，走他的经济速率，一艘船就过去了。几个人的那里的船员，大概30-40个人，30-40个人，这一艘船就把这整个工作，你刚刚说的工作完成了。你知道这两个价格差异多大？就是海运是整个国家、全世界所有国家的经济命脉，海运绝对不能被打断，打断基本上。你就算后面建了一大堆铁路、什么高速公路，我跟你讲都没有办法跟它相比。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中国大陆的叫做“一带一路”有一个铁路、公路、快速什么什么高速铁路，还有一个丝路，绝对不能断了。这两个都是它的一个大命脉。那这个，那美国的海运呢？刚你们知道它三面环海。它有大概，我一下忘了，它好像有3万多公里的海岸线，但是接下来这个数字我确定，它有313个港口，大大小小的，绝大部分都是两港，只有在什么阿拉斯加的那里可能有几个冬天会冻的港，其余都是几乎是不会冻的港，所以它的海运在全世界比，你想想看，中国大陆有几个好的港口啊？能够跟他比吗？300多个吗？所以没有人能够跟他比，他的海运全界第一。那你也会发现，我最近看了去查美国的猎雷舰的这种数目跟数量跟水准，我才发觉美国海军哦不太注重猎雷。为什么？第一，没有人去封锁他，没人敢，从来没有人在美国的家门口丢过水雷。第二个，你要去丢吧，他有313个港口，你要丢哪个港口啊？你告诉我，你准备丢哪一个？所以他几乎不太防，他只是怕别的地区有人追不了，好比说马六甲海峡或者霍尔姆斯海峡有人布，这个时候他肯定要把他的水雷舰队还运用快速的船运过去，可能，所以他对水雷没有花很大的精神去研究，他研究的都是攻击性的航母啊，这个神盾舰啊这些东西，所以因为它海运两港太多，所以它不太输于水雷作战。除了海运之外，那内陆呢？第一个，我们看它的河运，它河运有一个密西西比河，很长的，很大，然后它连接了五大湖，所以几乎把北部的那整个的海运弄起来了。除此以外，它自己用人工开凿的运河有4000公里，光这两个你就知道，全世界有多少个国家能够把它这个开凿这么好。你说中国的长江也有很长，对不对？但对不起，长江高高低低的，这个山势，对吧？有些地方它还走起来很转急很危险。美国基本上北美大平原全是平的，所以它这个海运河运啊，在它那里就能够得到很大的一个发挥。那接着再下来，美国家大业大，它从二战以后变成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那经济力一发不可收拾。所以他从1950年代开始，也就是大概70年前，他大量新建在美国的高速公路以及一般的道路，哇，那个是横通，在整个你去看他的那个那些图，他的高速公路公路也非常发达，因为他有钱嘛。而且你要知道，像他建铁路啊，或是公路的时候，好比说我们从台北建一个叫做苏花这个道路过去，苏花高速道路过去啊，中间有多少地方要架桥，你知道吧？有多少地方要挖那个山洞，你知道吧？你看，像我们的北宜，那个3号啊5号，这个不是有穿过一个11公里的山洞？那个挖了多久，你知道吗？因为我们的地势起起伏伏有山，所以你去建这些很困难。美国呢？美国几乎都是大平地，一路开过去。不必建几个很大的桥，也不必穿几个很大的山洞，所以对他而言，他建这些东西也很容易。所以他的铁路与公路也是世界一流的，直到最近中国大陆超越他了。我说超越就是他那个公里的这个长度啊，超越他。那第四个，空运，空运呢是比较昂贵的，但是呢，它速度快，在很多高机密的东西你要运的时候要走空运。我们空运用两个目标来解释，第一个就是机队的数量，就好比说我们华航有多少，有600架，
我们的长荣有700架，那长荣的机队就大于这个华航，全世界前五大航空公司机队最大的前五大，全部是美国的，1、2、3、4、5都是美国的。那接着除了机队多以外，还有就是载客量。那你机飞机多，如果没有什么客人的话，那你不是赔惨了吗？或是根本其实只是一个虚胖啊，你有很多的这东西，你载客量也要最大。全球前五大呢，美国占了1、2、4、5，中间3啊，不是有5个最大的机队吗？有一个不见了，你知道那个不见的是谁 ？UPS United Parcel Service， 它是运货的，所以这五大呢，中间那个 UPS 不见了。那这个载货量被谁追上来呢？中国的南方航空公司。所以你有没有发现，空运也是美国啊？刚刚说了纬度它最好，地缘一等一的，物产富饶，交通哇，样样都几乎是这个世界的这个翘楚啊，都是第一啊。那接着我们再讲第五个，人才。如果这个国家人才，我比如说人很多，但是都有一点秀逗，不是很勤劳，就是脑袋也不是很厉害的话，那其实也是白搭。那人才呢，美国基本上全都是外来的移民啊，他原住民都是印第安人嘛。那所有外来的移民里面，你要知道美国几乎全世界第一流的人才，从二战开始一直到现在都往美国跑。以前台大，我年轻的时候，台湾大学有一句话叫做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为什么大家要去美国？因为很简单，他那里没有战火。经历过二战的人对战争痛恶升级啊，我怎么会有这个战争，对不对？才多久以前大陆打的这个一片赤土啊，多少人在那个年代都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永远没有战争的乐土。那里在哪里？就在美国。所以多少优秀的人往美国跑。所以美国的所有的这种高科技都是靠外来的人这样建起来的。他美国人本身都不是非常的优秀，但是很多人过来。好比你去看一个东西，我那天看到的时候我也是觉得很意外。我们的印象里面，美国主要是英国来的移民嘛。所以如果说现在美国的白种人的这个移民这个去分的话，应该英国人占的最多，对不对？英国裔的从那个过来的应该是最多的，结果不是。不信你去查一查那个 Google 你就知道。你知道哪一国人最多？德国。为什么？全世界所有白人国家打战争打得最混蛋的，最惨不忍睹的，最让他们知识分子觉得伤心的，就是德国。希特勒你看那样杀犹太人，所以在二战的时候有一群人，或是事后对德国的失望，一大堆德国优秀的人跑到了美国了。而且你要知道移民哦，不是像你搬家哦，我家现在住桃园，我后天我从桃园那个市搬到林口，那就是开一个车可能租个房子就过去了。移民哪这么简单啊，人生地不熟，你要带着一家人到那去，所有这些能够去移民的人基本上都有一点点本事，否则就是要移亲啊，我的家人在那里啊。但是毕竟移亲的也是少啊，所以几乎全世界优秀的人都往美国跑了。这是美国人才也是一等一的。讲到这我讲了五个东西了，纬度美国第一，地缘得天独厚，物产刚刚你也看了，哇，那真的是哪个国家能跟他比？交通也是一等一的，人才聚集了全世界的人才。最后我们把美国跟中国比一下哦，美国大概以下两个东西是输给中国的。第一个，人口数量，中国现在14亿多嘛，那美国只有3亿多哦，这个人口差了太多了。那人口多，我告诉你哦，你别以为就一定是好啊。你试试看，现在印度是14亿多了，听说要追过我们中国了，对不对？它14亿多，是人口红利还是人口包袱？如果这些人民都很勤劳，都有一定的水准，智商也在一定以上，那可以说它真的可能就是人口红利，否则对不起，人口多啊，
会变成人口包袱。那所幸呢，第二项就是中国人的平均素质，让中国的人口变成人口红利，而不是人口的包袱。我怎么会呢？以前我在台湾自己读书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们中国人有多厉害啊。直到我到波士顿大学，我们波士顿大学是那时候是全美国叫做国际学生，就是外来学生最多的一个大学啊。他我记得那时候他就有4000多个，我看知道哇，波士顿大学居然是全世界全美国对不起全美国最多外国来的，他们叫国际学生的一个大学。现在是不是我不知道了，在那里你坐在课堂里面，你会发现那就是一个各方的人啊。当然有些要靠语言的法律系啊什么的我不敢讲，但是所有的理工科你去注意看，所有的理工科在课堂上英文都讲不好的，却能够问问题回答问题，然后成绩都考得很优秀的，通通是东方，像我们这种面孔啊。偶尔你知道哎，这个学生很优秀，你去听他讲话，哎呀，中国人，可能是大陆过来的。中国人的智商你完全不必怀疑，在这个世界是一等一的。美国哪天你去那里生活个几年你就知道，美国绝大部分的人民，我不能说他笨，普通。你看看过好多时候，我说啊，他们怎么会这个样子训练他们的人啊，真的是很普通，就是教你的死死板板的，一个做一个，一个做一个的。这就是美国，要比平均的水准，美国人是比不过中国的，所以中国唯一占的优势在这。但是美国，那你说美国这个平均起来没有这么中国人这么的聪明，那他怎么变这么富强呢？美国是一个标标准准靠少数精英给治理起来的国家，他那里有一些很多很奇怪的，你这一辈子都想不到说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思想的，他怎么会这样？好比说比尔盖茨，比尔盖茨全世界最有钱的人啊，连续22年蝉联世界的首富。九幺有一次到台湾来的时候是大新闻啊，好多记者守在那个出舱的门口，他怎么出来你知道吗？他背一个包包，手上提一个包包，穿的衣服比我这个还要拉，穿一个 T 恤就这样走出来。我当时一看到说哇，这个人赚这么多的钱他为什么都不花的，他到今天几乎把他所有钱都捐出去了你知道吗？他捐的就是为了人类的疫苗啊，教育啊，这个环保啊，绿能啊，他所有关心的都是人类。美国就有这种人，还不止这一个。你再慢慢看美国人，他有极其少数杰出到了极点，你真的不知道他的心智野心是从哪里出来的。我们中国需要产生一些这样的人，而不只是哦做个生意做很大，然后自己吃香喝辣，到哪里去能够怎么样，要有一种悲天悯人的这种胸怀，好吧。最终呢，我要说刚刚比较完毕之后，我先告诉你，美国是天选之国。什么叫天选之国？我先说在美国生活，我在美国成年后大概生活两年半，刚开始去我完全无法理解棒球。我读的波士顿大学，我的那个住的地方叫 Camel Square， 就是到波士顿红袜队主场 Fenway Park 那个的那一站地铁。到了这个地铁往左边走3-4分钟是我住的地方，往右边走15分钟大概是那个球场。所有比赛的时候我住在我的那个房间里，我可以听到那个球场的整个的叫声，哇！我说哎，大概打全垒打了，哇！鼓掌啊，什么鼓掌啊？阿姨呢？刚开始我都觉得为什么他们会这么投入这个？我再跟你讲，有一次那时候我记得红袜队跟洋基队在争美联的冠军，上课哦，因为我们在上课的时候，教授在前面讲课，底下有一大堆学生，对不对？有一个学生始终挂了一个那个耳机。然后走一走，那个教授在他们讲课，教授一看他走上来就不讲了，就看他走过去，然后每个人都盯着那里去看黑板的左下角，他那有一个好比说 Red Sox R Yankee Y， 他在底下插一下，现在是2-1，就说可能红袜队又得了2分，哇，全整个课那个教授鼓掌啊、哦，那个教授也很高兴，好，坐回去继续上课，你信不信？一个城市可以关心到这个程度。然后他，我从那个东西我想到我们小时候看那个棒球队巨人队打世界，这个到美国威廉波特打这个冠军，你像我这个年纪的都一清二楚啊。你记不记得那时候整个晚上整个台湾是不睡觉的，你知不知道？
守着夜啊，好多人家都没有电视啊，那个有一个人家有电视，那个坐得满满的客厅，附近的邻居的小孩通通在那里。我就记得有一次我看到一个打了一个全垒打，我喊着嗓子哑了。第二天，哇，只要一赢得了冠军，那时候大概得冠军都是早上清晨六点钟、五点钟或七点钟，整个村子在放鞭炮。你记不记得这样子的过去的这个记忆？你知道活在那种日子里面那种精神是多么的有个寄托，每天就在那里殷殷盼望。我在美国待这些时间，我发现只要是现在在打这个冠军的时候，每天早上上课的第一件事情，所有人谈的事情是昨天的棒球、昨天的篮球、昨天的那个 football 或者昨天的那个曲棍球。这中间当然最普及的是棒球跟篮球，那是他的精神生活。如果说这个礼拜天我好比说要带着我的儿子去看我们支持的球队，早上妈妈可能帮我们准备了一些简单的吃的，两个汉堡什么的，然后我开车开四个小时哦，跑到高雄，两个父子一路走过去就谈论啊，我们今天怎么样，然后到了那里四个小时球赛完全投入里面吃些东西，然后完毕之后再开四个小时车回来，整个过程父子就一直在聊这个球。哎呀，今天那个谁不是可惜啊，那个人应该怎么样什么。你知道什么叫精神生活？这就是我说的精神生活。他除了职棒有职篮，波士顿那里的职篮 Celtics， 还有那个 Patrick 那个打那个足球的，还有他的 Hockey， 一年四季都有。输了又怎么样？可是赢了，你知不知道？那整个气氛让你感觉到人生真的是很幸福，有所希望，这是精神生活。再来一个是什么？物质。我有一次跟着出去出海钓的时候啊，那海钓钓了很多鱼回来嘛，回来的时候就有一个人专门帮大家杀鱼。你知道他那个一条条鱼，海钓有的鱼很大啊小的，他只留下那个背部，头一刀切了丢下去，尾巴一切哇丢下去，然后这个从背部一刀下去一过下去，连前面的肋骨那里他都给他切了丢了，然后整个东西就往后一丢，然后再把那个皮削掉，最后那一条鱼就剩下这么两块肉，就是背的那个肉。后面跟着那个海鸥就一路跟着那个船在那里飞，哎，丢过去一群海鸥就去抢。然后那天我看，哇，美国人这么浪费，这些东西都丢，那些东西多好吃，你看那个鱼头肥肥胖胖的，要在我们这不就做个砂锅鱼头了吗？然后我后来才发觉，到了美国的 supermarket 你去看的，你知不知道你看不到一只鱼啊？都是，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这样的。那时候在美国，你想要买一整只鱼，只有 Chinatown 的那个中国那个市场，所有的超市都只有一块一块的，像刚刚所有东西都切光的一块肉，连刺都看不太到的，他们就是这样吃鱼的。你有没有看过他们吃的那个烤鸡？一整只鸡拿进去烤啊，他什么几乎都不动啊，能够花点功夫去做的就是那个叫做什么 Thanksgiving 的感恩节的时候的大火鸡，你有没有看到感恩节大火鸡做多漂亮，烤的好棒啊，我也是在那里吃，切了一遍吃，一点味道都没有，连中间的馅他塞了一大堆馅料拿出来吃也不好吃，那又怎么办？撒点盐撒点胡椒。我在美国所有受训的时候，他们的所有主食就是把它烤熟了，鸡肉烤熟了，这个猪肉烤熟了，牛肉烤熟了，你就切一块肉，一点味道都没有，怎么办？一定要自己撒盐跟撒胡椒粉。为什么？它太富裕了，不像我们吃一个东西，从下个礼拜六，差不多一百年前，下个礼拜六我们要吃只鸡哦，全家都在那期待啊，那个老母亲就在想尽了心思，怎么样把这个鸡肉做得很好吃。所以中国菜这是这个世界大概数一数二的。为什么？穷。以前穷，所以你挖空心思的要变吃的花样，要让它能够有味。但是美国从来没有花心思去做这些吃的东西。我感触最大的一次就是我在美国有一次搬家，帮我们同学搬家，他两个同学都得博士了，原来在校区附近的嘛，然后他们搬到了附近的，好比说原来在读台大，他现在搬到了金山万里那里去了。那他有两辆车子，夫妻各买了一辆全新的车子，然后我们就帮他搬家东西搬过去。搬过去之后你才发觉他那个房子很大，然后他没有两楼，因为他不必很楼，他的地太大了，所以他就是一层，然后他有一个地下室，
我们到地下室去看，哎，一边是一个酒吧，全部是酒吧的吧台，然后一边全部是那个工作间。那美国人很喜欢自己动手做，那他为什么会有这些东西？他又不是美国人，因为他买的是二手的房子。然后走出来之后，我们在那里看，我说你哪里是你的院子？他就指着那里很前方，他你有没有看到那里有一道树？我说哦，看到那里是一个有一道树，那就是我家的那个界限。然后我说你这房子买多少钱？40000块投期款美金，那时候相当于台币大概是160万，然后每个月要付分期付款，大概要付20几年或30年，我不知道，因为那个数字我记得到，就是他一个月大概要付1500美金。他两个夫妇刚刚从学校毕业，各买一辆车，全新的，不是很好的车啊，像福特的那个中等的车，每个月分期付款，一个人要300多块，那是将近40年前吧，就是夫妻各有一辆新车，这个分期付款大概在700块，1500的房贷，这总共是多少？2200。他们两个夫妇各是3000多块的薪水，就毕业大概都是博士嘛，就大概就有这个钱了。你有没有发现他那一刹那所拥有的东西，我在那里看，我真的感触很深。我跟我太太跟他们两个比，我们都比他们的条件要好。我是国防部的公费，我太太是教育部公费，你就知道我们都算要比优秀。我们当然不能说比他优秀了，但是最起码我们以我们的资历来看，我们真的是可能不比他们差。可是在美国生活，他们出校园一开始拥有的条件，记住，是我跟我太太在台湾拼一辈子拼不到的。我可能有一天有个这么大的别墅，这么大的院子，可能吗？不太可能。我跟你讲，他扣完了这些东西，他税大概2000块，扣完了这个东西，他一个月还有2000多块生活费。在那个时候，那现在当然更早就有更多的钱了。你就知道，美国是人间天堂。最后我要说，如果我们把这些国家当作一个篮球选手的话，美国就是姚明，你知不知道？他天生就这么厉害，他练一下就可以达到世界第一。可是美国即使身为姚明，他打篮球，他每天在想的是什么？联合所有的人去阻挡中国那个选手，不要传球给他，不要让他进啊！啊，这个早上在他吃了里面加一点什么泻药，让他今天没有什么精神，老在想破坏别人。所以我给美国一个很简短的一个建议，当然他也不会有人去跟拜登总统讲。第一个，希望有人如果听到了听得懂，能够转换告诉美国的高阶吧。第一个，不要在全球制造对立，制造战争你有什么好处？毫无好处。第二个，把你所有花在颠覆世界作战的大笔的军费投资在你的国内治安。你知道美国最近你有没有看到好多那个 LA 那里那个游民的那个样子，那看着真的令人不敢思议啊。你国内搞成这个样子，你还在世界搞颠覆，你把这些钱拿去治理你国内不是很好吗？然后第三个，军工复合体啊，像什么雷神落马这些东西啊，你不要再造杀人的武器了，你造有限的就可以了。能不能够转换成可以好比说改善人类生活的这种高科技呢？好比说你通通去做那种机器人，买一个机器人在这个家里，我回去我也不要做菜扫地，这个机器人全包完了，好不好？连买菜都可能透过什么机器人去买，你能不能做一些对人类有贡献的事呢？如果你不去想要这样子一天到晚想要搞别人，你知道美国做自己的日子哦，没有一个人能够威胁到美国，而且美国一定过得幸福快乐的，怎么可能有谁威胁到他？干嘛？中国横越几千公里的海路去攻打美国？不可能的。你花了8000多亿，你可以把7000亿投入在社会的治安、人民的福利方面，去教育你的人民，创造工作机会，把军工复合体不要再生产武器了，都在杀人。我有时候在发觉，哎，你知道川普以前就是这个想法。你们可能没有看到川普小时候年轻的时候讲，他就永远讲我们美国第一，我干什么要当这个世界的警察？我只要把我美国照顾好，我美国的钱、美国的环境，这一切都可以让我们美国过得幸福快乐，而且在这个世界绝对不会有任何的敌手。美国真的应该照川普的这个去做，
当然川普上来也有各种的挑衅，那个有时候他也是身不由己，但是我觉得他的基本观念，如果你曾经看过川普年轻的时候说我认为将来的美国要是什么样子的话，就是我刚刚的说法，不要管这个世界，好吧，我们祝福美国，希望美国能够想透这一点，不要再在这个世界搞这个对立了，搞战争了。今天时间到这里，谢谢大家。下载中天新闻网 APP 抽奖拿好康，小七咖啡很多人都有抽到，下一个幸运者可能就是你。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门票一张，位在基隆的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最棒的亲子一日游室内景点，快来试试手气哦！下载中天新闻网 APP 参加抽奖。新北水岸河滨自行车租借优惠券，平日租借只要五折，立刻下载中天新闻网 APP 参加抽奖，就有机会五折畅游新北水岸。宜兰苏澳丽桨冲浪体验优惠券，你有玩过丽桨吗？没有的话，今年夏天不妨赶快体验一下，快来抽九折券。旺币最高一次抽到300枚旺币，累积足额可以换快点购折价券。下载中天新闻网 APP 后，输入推荐代码，任选一个账号注册，填写完资料，来到中天复古乐园戳戳乐，上面有五项大奖项等你抽，赶快来下载中天新闻网 APP 抽奖拿好康。